在8月24号，一位名叫小易的网友在网上爆出了主持人钱枫的丑闻。他发文称钱枫曾在2年前性侵了他。这位小易之前是在电视台工作，在一次《天天向上》节目的录制过程中认识了主持人钱枫，两人才见一次面就发生了悲剧。他发文声称钱枫性侵了他，在事后他查了网约车司机和酒店的监控记录，认定了钱枫就是侵犯了自己。现在疑似酒店当晚的视频也被暴露出来。从监控显示的视频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女生当时已经神志不清，连站都站不稳，丧失了基本的行为能力，甚至多次跌倒在地上。但身旁这位男生并没有放过她，而是把她从地上拖拽起来，摁了电梯之后就把女孩推了进去。事发后，这个女孩也就是小易报了警，她声称在警局当中钱枫跪地求饶，求她原谅自己，并且在之前还多次给她转账，想把这件事情私了。但是这位女生只是希望她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因为这件事情，2年来小易一直都处在深度抑郁当中，并且多次有自杀的行为。他不明白自己当初在事发后及时的报了警，为何警察一直都没有立案。2年来自己活在水深火热当中，痛苦不堪，而钱枫呢依然活跃于电视屏幕前。事发后，现在有相关的媒体采访了当时酒店的店员，店员称确实当时有警察过来取了证。这时候就有网友们站出来说呢，如果当时警察确确实实取过证，那为什么一直没有立案？而且这位女生为什么要等到2年之后才把整件事情说出来，说明这个女生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还有人说，如果这个视频真的是酒店的视频，那酒店的视频真的能保存2年之久吗？现在小易手上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？她放出的视频只是一部分还是全部的视频呢？坐等吃瓜，看事情如何发展。不过有机智的网友扒出钱枫以前的照片，发现钱枫穿的白色羽绒服与视频当中的衣服对上号了，并且小易在述的聊天记录当中，钱枫的昵称叫做前奏曲。从公开的网上记录可以查询，钱枫确实用过这个昵称。在前一段时间，湖南卫视旗下80多位芒果 TV 的艺人签署了承诺书，承诺把崇尚得意作为一生的功课，这才多久就打脸了。如果事件确实属实，那么钱枫也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。这位小易是否能够成为第二个杜美竹呢？把钱枫送进去呢？我们静等事情的发展。